粉丝叫到都烧瞎，泪之女王金智媛驾到啦！一袭黑色不对称剪裁洋装，小露锁骨。金智媛来台出席精品店开幕，难得展现性感好身材。即便外头下着大雨，依旧浇不熄粉丝热情。我的 팬분들의 열정이 엄청나셔서 지금 너무 행복하고요。그리고 오늘 또 와서 버블티 먹고 싶어가지고 버블티랑 망고 빙수 맛있는 디저트들 즐기고 가려고 생각하고 있습니다。金智媛七月即将来台办粉丝见面会，之后为了品牌活动旋风访台，这也是她出道14年来首度在台湾有公开行程。네제가또이후에굉장히가까운7월21일에이곳타이페이에서팬미팅을할계획입니다。그래서먼곳에서이렇게응원해주시는팬분들과시간같이보낼수있을것같아서굉장히기대가됩니다。그러면우리빠른시일내로또곧만날수있으면좋겠습니다。金智媛不忘对影迷喊话，很快会再见。东区涌入1500名粉丝，瘫痪交通现场，寸步难行。最后让大家等了又等的那个男人终于回来了。全场激动尖叫，周董周杰伦双排扣黑西装帅气压轴登场。各位台北的朋友，你们好吗？巡演各地飞，终于回到家乡，大家就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唱回来台湾。今年应该说我的8月已经空下来了，是我不知道。哇！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巨蛋的回复是什么，所以我也在等呢。周董时间已经空下来，万事俱备，只盼大巨蛋能快点通关。继续往后一套，同运。